前方货车追撞白色小轿车，掀起一大片烟尘。这时小轿车失控，冲到外侧撞上护栏，最后反弹回中线车道，一撞再撞，后方挡风玻璃破了大洞。没想到车上的比特犬竟然抛下主人，跳窗跑了。驾驶眼睁睁看着比特犬沿着路肩一路逆向狂奔乱窜，但他根本顾不得爱犬，赶紧下车，因为一家三口受了伤，将后座的妻子及11个月大的宝宝抱下车。车祸意外就发生在这个月15号中午，小轿车遭后车追撞，爱犬跳车落跑，过了9个钟头，距离车祸地点19公里远彰化园林路段，狗狗找到了。当下我们家人三个人都受伤，所以说我们的亲友就帮我们赶快去寻找。警方调查，后方肇事小货车疑似疲劳驾驶追撞前车，害得一家三口都受伤。国道惊魂，先被追撞又失控反弹，幸好及时下车，没被二度追撞。惊险这一幕令人胆战心惊。这六名徐文鹏新云林报道。台黄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 ，EPA 跟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